我觉得光站着就很美了，好像也不用特别多说什么了。因为它的版型我们是运用最热销的洋装的版型，后背是做风景带。那我提醒各位一下，这一件洋装啊，大概穿到小 L 以内我觉得比较合适，就是有一点点小小的限制，一点点而已。好，然后呢，我觉得它最主要最重要漂亮的地方就是它的晕染布料，水蓝色就一个颜色，大家不用抢也不用想，非常的好看，手袖围着手臂，然后这个渲染我觉得是外面洋装非常少见的。好，渲染你除了穿高跟鞋小白鞋我觉得都很 OK， 有做腰身在后面，让整件洋装非常的加分哦。还有后面的松紧在这边，好，我觉得弹力是非常好的，强度更赞了，就是穿高鞋就有这种曼妙的气质，如果穿小白鞋平底鞋也不会过长。那还是做一个非常典雅的 V 领，跟洋装最热卖的版型，从腰到下身都是有点窄身修长的感觉，对不对？大家看起来都会非常的纤细。好，那如果你今天是去就是拍照啦，或者是有到咖啡厅啊，或者是就是有稍微出门一下想要拍个照，很简单，配备拿起来，鞋子穿好，我觉得它就是可以呈现一个非常轻旅行的感觉，就是蛮平常的 look。 假日啊，如果去个百货啊，吃个饭，没有人的穿搭，就是这样很轻松很轻松的感觉，然后呢又可以全身遮阳遮到脚。